的意义。对，还是他变质了。对，就是一开始说是这样。对对对。对对对Thank you.
买了八折了哈。火锅，火锅，吃火锅了啊！冒烟的美女，连吃面冒烟，好好吃就好玩。冒烟的美女。然后过来就是我在之前都是三一头肉腿，我就下了这些菜。对。还可以再来一个。Thank you.